是我到达。不要怕，勇敢说出来。我们一直在你身边。加油，你很棒，真的。感受。我们发现有许多同学被欺负，但却没有很多人了解霸凌的意涵，所以常常无法为自己发声。因此我们想要透过诸葛动画，让所有同学知道自己的权益，也让霸凌者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。想象，我们希望有更多人了解这个议题，在了解后可以对被霸凌的人伸出援手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最美好的状况会是校园和平。我们一起想到了这个霸凌的影片来解决问题。实践，我们的行动有绘图、写剧本、做动画、剪辑影片。使用者喜欢的是看动画风格，他们的建议是故事环节的流畅性，所以我们在其中穿插了一些情节说明。我们想要透过简单的逐格动画，让大家了解霸凌，也让大家知道，其实你的小小举动都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到极大的关爱。我们想要和每一个遭遇到霸凌的人分享，并让他们看霸凌动画。我们会把影片放在前川堂的电视中，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可以去看哦。今天早上阿志又迟到了。阿志，你为什么又迟到了？这周你已经迟到两次了，你明天如果再迟到就不能下课了。哦，好。班长，你每次都只骂阿志，又不是只有他迟到，我也有迟到啊。